之我们今天要住在一个大大的海螺里。你见过一颗颗白如雪的海螺隐匿在热带雨林深处吗？这一定是云南最灵性最有设计感的野设帐篷酒店。罗中洞天，水映萤火，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仿佛梦幻的萤火虫。旅途疲惫了，你一定要试试船上的漂浮下午茶，阳光轻轻松松落在船上，心绪也变得明朗。这就是我与时间最好的相处方式。